喽，麦娘，你好，你快看一下那个金子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就是那个口香糖那个包装纸了。口香糖绿箭，你知道吧？你看那外面这个包装纸，你看还这个锯齿呢，这长度。哦，不知道，所以你说这个是金子的？啊，黄黄的，不是金子能是啥呀？这怎么可能是金子的？绿箭我也吃过呀。哎，不是绿箭，我就是做个类似的比方。你咋不懂呢？那绿箭是白的，这个是金色的，肯定是比绿箭更高级的口香糖，肯定是金子的。这再高级口香糖，这个纸也不能是金子的。那不就是包口香糖吗？有必要拿黄金包吗？哎，老板娘，你不要拿穷人那个思维去考虑我们有钱人的世界，行不行啊？行，所以你这个是从哪搞的呀？你是吧？捡的。啊，六一儿童节，我带我家小孩去那个公园玩，他捡的。小孩子捡的，还不是你捡的？你摸摸，你摸摸，这手感就是不一样啊，嘎嘣脆呢，肯定是金子的，你要了吧？这要是金子的药肯定没问题，但是你这个，哎，要不这样，那还得拿火验一下，你看行不行？哎，行，你验，肯定是金子的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我还是那个说法，反正。不可能，怎么还不变色呀？我的天哪，这居然是真金哎！是吧？这么说黄金嘛，老板娘你不行啊，还没有我专业呢。哎呦，是，可能是真金吧？我的天，这就是真金的哎！我，哎呀，发财了！哎呦，太不可思议了！